小心点儿，没准湖的深处藏着什么呢。别担心，萨萨，我们现在又不是在海里测试潜水器，这只是普通的湖水。放心吧，这里绝对安全。微微，聪聪，你们能收到信号吗？感觉还清晰吗？萨萨，我们这边看得很清晰。聪聪的新天线不错，信号接触得非常好。啊！你们小心，梦怪来了！来的真不是时候，那我们这边马上就回去了。我们现在应该去到达区了。他们回来了！太好了！微微，聪聪，你们还好吗？回答我！不好，我们的信号断了。聪聪，全速前进！这块石头太重了，我们没办法移开它。静静，我的左靴子都坏了一上午了，你能去接今天的小英雄吗？潜水器里，水怪把他们困在里面了，萨萨和笑笑正在救他们。都是我的错。丁浩，你别自责，不用担心，快拿好你的英雄之剑吧。可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今天去河边的时候故意没有带护身符，为什么还会来到这儿？因为护身符跟你有着很强的联系，即使不在你的身边也能感应到。笑笑，我来了。微微和聪聪怎么样了？扫描结果显示他们现在还活着，但是被困在湖底深处，水怪并不在他们附近。不过丁浩，你这次是因为害怕水对吗？对的，丁浩和唐英、宋天一起在河边，丁浩他不敢下水，虽然他害怕水，可是他早上洗澡却不害怕，只是害怕游泳。而且我晚上洗澡的时候也不会怕水的。这是救生浮板，全阶段游泳人群用来辅助自身游泳所需的道具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可以帮我漂浮在水上的。所以你现在没有危险了，也不用害怕。你要在水怪出现之前去水里救出他们。到水里去？对，当你进到水里游泳的时候，水怪就会消失。太好笑了，你们一定都很美味。那就让你看看我们的厉害。别怕，静静，我来帮你了。是时候品尝一下了。可是万一他下水游泳克服了恐惧，那我可就完了呀。我应该先抓住他。不好了，所有的靴子都失控了。可能是因为系统运水短路了，导致靴子不能正常工作。都是因为我，我一定会救出他们的。
丁号，冷静一些，我有办法了。我一定可以的，我来了。你真的以为你用这个下水就能赢吗？你这样做会被淹死的。我们赢了。虽然是淋到雨，有很多奇遇，打败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。再去淋到雨，快乐再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坚定自己。心灵守护者，我们坚强善良，不再流泪。心灵守护者，只要勇敢就能展翅飞翔，充满自信，不再孤独。快和我们一起来征服。赢了！丁浩，你太棒了！太好了！微微、聪聪，你们也脱离危险了。哎，丁浩，你们几个在这里干什么呢？我们在学游泳。你在和飞天靴学游泳吗？不过，你想不想搭便车？世界梦幻笑道实在很神奇，英雄之间睡觉。